各位观众，大家好。这里是这个明镜火拍的《网言往事》节目。今天呢，我想就是来跟大家说一下关于民营企业的一些问题。最近呢，就是在大陆有关民营企业的问题受到了很大的关注。前段时间有这个那个有好几个小评，讲了关于民营企业的事情，还有呢，50人的论坛也讲到了民营企业的问题。再接着呢，又有马云提前退休的事情，还有前两天习近平也谈到了在东北也谈到了民营企业的问题。之所以关系到那么多人关心民营企业问题，是中国的民营企业目前已经到达了一个非常危机的时刻。我个人的感觉就相当于1956年的时候，那时候的这个要公私合营的前夕那么个问题。民营企业不是说的保护啊，扶持啊，而是能不能生存的情况。在目前来讲，民营企业我觉得是很难生存的。那么，我把我自己的个人的经历，我的个人的财产，那么是一个作为一个民营企业的那个企业主，那么在最近，在这段时间里边受到的遭遇，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地方政府，他们利用法律手段，把我的上亿的资产给搞掉了。有通过1000个案件，通过一些不公正的判决，把民营企业的我的一个小小民营企业的资产，全部都被抢夺了。那么我呢？我叫杜曙光。我是那个1955年出生，1978年恢复高考的第二年考上了杭州大学，1982年在杭州大学哲学系毕业，去担任了20年的老师。在83年呢，开始呢，同时呢，我也是当了中国的这个新一代的律师，86年通过第一次的律师资格考试，一直当了律师。2001年呢，我辞职进入民营企业，一直到现在。那么我所要讲的事情呢，就是我们企业，我个人是一个一开始是在民营企业，就是担任这个管理工作，后来呢，自己也创办了民营企业。2003年的时候呢，就是我是在浙江省的金华市的，这是一个民营企业非常发达的，也是政府对民营企业都一直比较扶持的地方。那么，2003年呢，我们在金华市开发了一个就是政府安置小区叫柳湖花园小区，开发了以后呢，这个柳湖花园小区呢，这个有2000多户那个住宅给拆迁安置户居住，同时在这个小区里边呢，政府呢还有2万多平方米的公建房屋。大家知道，在当时2000年左右的时候呢，那时候就是国内呢，就是所谓的进行那个经济体制改革，那么大量的国有资产的话呢，是就是通过改制的形式呢，转化为民营持有。那么在这个小区建成以后，2万多平方米的形成一个公有房产的话呢，就当时国家就是政府没有一个专门的部门来管，然后呢，就交给我们来管理经营。那么这个是当时是签了40年的合同，
每年呢给要交那个四十万。后来呢，这个又这个合同呢，又加上延长了，延长到70年，是过5年累加的。那么当时呢，那片小区是处在城市的郊区，旁边边上都是农田，那些国有房产也就是我们管理了以后经营，也就是无法经营，也租不出去，所以呢。在十几年的过程当中，都是这个惨淡经营，也亏了不少钱。那么那个时候，在那个大环境下面，那么既然签了合同，我们还是经营下去，那也大家也没有什么争议。一直到10年以后。我们当时签的合同是2003年签的合同，他把国有房产租给我，那个40年，后来到了70年，那么到10年左右，到2013年的前后呢，那么随着城市的扩展，那么这里呢也逐渐开始，有点开始人流居住进来了。更重要的是，就是经过房地产的所谓的热潮的话呢，那个城市的房价都非常高，大家都知道现在的房价都是当年的10倍了。所以呢，当时那个房产是不值钱，40万一年我都交不出来，这10多年的经营要亏了，大体要亏了上千万的钱。到了2013年的左右的时候。开始有点盈利了，等到有了盈利以后，那时候政府就，因为我签的合同是那是政府的，跟政府签啊，对方呢是政府的，就所谓的城投公司下面的一个叫做金华市城开建设有限公司，就是属于地方政府全资所有的。那个合同当年签了合同以后都是国资委下文件都确认过的。10年没有争议，但是2013年赚了钱了，开始呢政府就有说法了。然后呢到2015年他们就提出来要把这个70年的合同推翻掉，要作废掉。要把这个房子还给他们，那我肯定不愿意啊。然后呢，他们就在2015年呢就向法院起诉呢，说是把这个要推翻当年的合同，说那个合同是无效的。那法院呢后来就判决，一审判决呢就说这个合同是无效的。无效的理由是什么呢？一审判决的理由说是那个当时那个房子啊没有规划许可证，以这个理由就把我们这个70年的合同就判无效了，就说无效了。那到底那无效合同的话你要不要赔钱啊？也不说，一分钱也不赔。但其实就在那个判决书本身写的清清楚楚，规划许可证是有的，而且在一审的时候我也提出反诉。为什么要提出反诉呢？因为他认为他说要提出无效，他还有一个理由是什么？要解除合同，说是我呢因为40万一年的钱有4年没有交，160万，欠他160万钱，这个钱是欠的，对。但是同时呢，他政府这个公司城开公司他也欠我1000多万，在同一个协议里边，就是当年2003年那个协议里边，第二条的第一个小点就是说我每年要交他40万，而第二个小点就是他要给我的关于启动资金大概是1000万左右，一分钱都没给。
那么这个钱没给的话呢，他起诉说你欠我钱啊，说我欠他那个，160万呢，那我就反诉了，我说确实我是欠你160万，但是你欠我1000多万呢，所以我提出反诉，提出反诉以后呢，他也不理，就这样判下来，然后上诉到二审法院，二审法院呢，他这个理由不存在，撤销了这个，因为所谓的规划许可证是有的，撤销掉以后，但是呢，他也有另外的理由，还是判决这个合同就解除掉了，就说呢，你那个反诉啊，已经过了时间了，为什么过了时间呢？因为一审在开了2次庭，第一次开庭的时候我没有提交，在第二次开庭的时候才提交。那么，最高院的有规定啊，那个反诉的时间只要在法庭辩论结束之前，那都是有效的。那我第二次开庭的法庭辩论还没结束啊，在第二次开庭之前呢，他就不考虑这个问题，就给解除掉了。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把这个70年的刑期就简简单单的解除掉。那么在关键是在当时在法院审理的时候，他们就提出来，为什么要政府要给他跟我解除呢？是因为这个合同涉及到国有资产流失，说是审群事主提出来，这是因为是国有资产流失，必须把这个合同解除掉。那么我就不明白。当年这个十几年这个经营下来，大家我在亏钱的时候从来就不流失。当年签合同的时候，当时体制改革，像我们金华有个布厂1块钱就卖给那个改制改掉了，100多亩的地，那现在都价值多大呢？对吧？亏钱都没有，现在我赚钱了，他就说国有资产流失了，就那么简简单单的就把这些财产全部都弄掉了。那么这个呢，就是这个我关于这个案件的问题，还有呢，就是我这个1000个案件，就是因为那个小区我们建设了以后，我是在那里就是进行。有个物业管理嘛，就是政府当时没人管理，也请我们组建了物业公司来进行管理。那么管理了以后呢，到2015年，我们呢就是6月30号呢就结束，他们成立业委会，他们自己管。那么自己管的话呢，那么那我原先管了十几年呢，有很多业主拖欠的物业费，经常这个经过多次的催讨，结果呢都讨不来的话呢，我离开了以后呢，就开始就是向法院起诉，要求这个他们拖欠的物业费要归还给我这个企业，但是呢，就向法院起诉的时候呢，就法院就不接受，就不接受，不接受。2015年就一直拖，就不立案，就不立案。那么从这就是一直拖到什么时候呢？拖到2016年的下半年，1年多拖了。没，我实在是没办法了，多次交到法院去，交到郊区以后，他们都不接受。然后呢，我就通过特快专递，把大概上千个案件呢，就寄到法院去。那寄到法院去的话，因为法律有规定啊，那个如果是符合，不管你是不是符合立案的条件，老百姓起诉了，7天之内够条件立案，你就立案。
不够条件立案的话，你就不回起诉，应该驳回。但是呢，就是2016年十月份继续以后，他一直拖了将近5个月，才把这些案件全部立案立掉。拖了很久的时候，他就是不给你立案。那么立案以后，好不容易立案了，立案以后他又刁难，就是又用种种的方法来提出来，哎，比如说我原先的公司的名字叫新迪公司，后来呢叫做恒定公司，改了一个名字，然后呢他就有以这个名义，就是说呢这个公司不存在。这样子以这个名义，就是说公司不存在的名义，就有109个案件呢就给他驳回了。还有一共有200多个案件，就是说哎呀这个名字不存在，或者写错一个字啊，通通就给我就驳回起诉。就驳回起诉。事实上有些错别字的话呢，法律也是规定是可以通过这个改正啊，这个更正啊来解决的，但他呢就是一推了之。更严重的就是像有一个案件的话，他从我起诉到他审理一共花了38个月。这个就是叫一个叫王丽娟一个业主的案件。我是2015年5月份起诉的。起诉了以后告到法院去，过了几天那个承办法官给我打电话，他说哎，杜曙光，你这个案件你拿回去。我说为什么拿回去啊？他说你啊这个不够条件，要有书面的催讨，没有书面催讨不能立案。我说你这是什么规定啊？他说省高院有这个规定。我说这个省高院的规定，但是最高人民法院在前几个月他刚刚规定过有案必立啊，符合条件的他就要立案，你如果认为不符合你可以驳回啊。他就不耐烦了，他说你拿不拿回去，你不拿回去那么我就要驳回了。然后我想得罪不起嘛，我们就进行了书面催讨，然后把书面催讨的材料相关材料过了3天交给法院。然后呢那个法官就告诉我说你不要给我了，这个案件我已经驳回了。他就这么讲驳回了以后呢，然后实际上过了1个月他才驳回，这个显然是违反法律的规定。然后我上诉了，上诉了以后二审法院就把这个案件呢撤销他这个一审的裁定，让他重新审理。这就是第二次，第二次重新审理了吗？他又以我更改了公司的名字，主体不存在，第二次又驳回。然后呢我第三次又起诉。又起诉以后呢，由于一个这个打字上的一个错误，就是落款的公司的名称写了原来公司的名称，公章是对的，抬头也写对，落款呢错了。然后呢又让我们第三次又拿回去，然后第四次我们再起诉，等到全部判决下来，已经过了38个月，38个月，那么，而且呢，这个他即使立案了。整理了，这个判决也是极其的不公正。就是我们最少的案件，偿付率不到1%。有一个案件我们起诉5000多块，他只赔给我们判决30几块钱，还有个4000多块也是赔，只赔30几块钱。理由是什么呢？
理由是我们时效已经过了，时间已经过了。时效为什么过呢？你们服务到2015年的6月30号，你看你到法院立案的话已经到2017年的3月份啊4月份。他说你这个原先规定是两年的时效。在他怎么判呢？在这个我立案2017年的3月份往前倒数两年到2015年3月份。那时候你才你服务啊，对吧？三月份、四月份、五月份、六月份、四个月嘛，对吧？有的他的四月份、五月份，那时间就很短，最后只有30几块钱，就这样判。但是呢，这个诉讼时效问题也是完全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因为这个诉讼所谓的诉讼时效是什么呢？就是你打官司，哎呀，你受到权利受到侵犯，必须在一定的时间里边提出来，过去是两年，现在是三年，在三年之内要提出来，提出诉讼。假如说超过了这个时间提出来的话呢，那就所谓的过了诉讼时效。那么这个时效是什么时候 来算呢？那么就是你的权利受到侵犯。那么关于合同案件的话，什么时候权利受到侵犯啊？那么最高院是有明确的司法解释，就是呢，你在合同的履行期间里边，对方没有履行合同。那么我合同履行期间什么时候呢？从2003年一直到2015年的6月30号，这是我的合同履行期间呢。那么在这个合同履行期间里边，期限的最后一天是2015年的6月30号，在这个期限之内的两天之内，我提出诉讼，那么这个合同，整个合同我都是有权得到补偿的。但法院是这样子处理，他说不管你，他就是你立案时间哪一天立案，往前倒推两天两年，哎，那就变成每个人的诉讼时效都不一样的。有的人他立案的时间长早，我就钱多一点，立案的时间晚，我就钱少一点。而且这个诉讼时效甚至是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法官在帮助，一些法官是在帮助他们当事人来提出来的。法官在开庭的时候，一审法院的法官公开的向业主讲，你们要提诉讼时效，你们不提的话，这个钱啊就是你欠多少要还多少。你如果一讲诉讼时效的话，我们就从立案往前倒推两年，你就判只要拿一点点钱就可以。为什么一审法官这么讲呢？因为一审法院的主要负责人就在他们法院的会议上面，在法院的大会上面就讲，我们法院不是给个体户来讨钱的，我们不是给个体户讨账的，公开这么讲。所以他一审的法官就是能够少判尽量少判。后来这个案件因为大量的案件到二审法院上诉到二审法院，然后二审法院的这个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民一庭、民二庭、立案庭所有的法官，他们都承办这些案件，因为案件多啊，上千个案件呢、啊。所有的法官，我都跟他们去接触交流过。我自己是从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当律师的，我就在法庭上跟他们探讨，所有的法官都认为这些案件是有问题的，有错误。然后他们有些就通过调解的方式，但大量的案件就是他们觉得有问题要纠正，然后他们向这个审判委员会汇报，审判委员会汇报了以后，
也觉得这些问这个这些法院判决有问题，然后呢，他们又向省高院再汇报，但省高院汇报了以后，这结果是维持原判。那么这里边的原因，我想也就是，无非就是他们认为这个，所谓的维稳吧，或者说他们有些法官讲，哎呀，那么多的人啊，他们是因为你起诉人多啊，你上千个案件，我就不懂，上千个案件，那不是上千个对法律对我们社会底线的考验吗？所以，我个人经历了那么1000多个案件，这么多资产就这样子白白的剥夺掉，我觉得有些人这个觉得，哎呀，你这个想不通，哎，不要想不通，不要太想不通。我说，哎，要说想不通，也确实是有想不通的地方，因为按照中央的规定，中共中央在2016年11月4号专门有个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最高人民法院2018年的1号文件和2016年也有个文件，关于私营企业、民营企业的保护，都说是对民营企业要保护。为什么中央文件都那么保护，都要求要保护，一直都是这么说，而且最高法院还拿出一些重大的案件作为这个可以说标志性的案件嘛，包括雇主金的案件啊等等几个这个标志性的案件的进行再审。但是为什么就不起这个作用呢？没有这个效果呢？我想这个问题就是，我就觉得就是从我个人的这些案件来看，包括结合这个一开始讲，现在这么多人在关心民营企业的问题，为什么中央好像都是一直在讲要保护民营企业，但是地方上民营企业是已经无法生存了呢？我觉得有那么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历史的文化的原因。其实中国人历来就是不尊重私有产权，2000年以来中国人始终是不患寡而患不均，私有财产在2000年从来没有得到保护，总是过了几代，可能一代他就被清算被搞掉。同时中国共产党革命党在革命的过程当中也是以打土豪分田地，对吧，就是把剥夺私有者这个作为口号来进行鼓动那个广大群人民群众啊，推翻旧制度的。所以说呢，中国人的传统和中国共产党的传统，我们这个人民政府的这个先天的就有这种对私有财产的不尊重这么一个历史。第二个原因呢，就是这个民营企业的
法律地位始终是一个得不到保护的这么一个地位，是一个低贱的地位。当然，你现在可以说，啊，民营企业也是属于要保护啊，但是要保护它也是三等公民、四等公民啊。虽然它不是过去属于你的不得对象，要枪毙、要被没收，但是它和国有企业那是要做大做强的。民营企业的话呢，是允许你生存，最多是如此。所以它只不过是本来是地富反坏右的，属于你是要消灭的地方，现在不属于消灭，但是你能跟政府的，你是民营企业的人，跟政府官员能比吗？是公家办的人比吗？显然不能比。跟劳动人民能比吗？也不能比。广大人民群众你能比吗？也不能比。还是三等公民、四等公民那种贱民。所以一旦碰到了利益纠纷，当民营企业跟其他的主体发生利益纠纷的时候，政府也好，法律这个法院也好，等等所有的社会的管理部门，他就是习惯性的，就是把牺牲民营企业的利益，那只有民营企业可以牺牲吗？它是属于不属于敌人，但是属于人民里边的排在最后的人，就是有些人是比人人都平等，但是有的人要更平等。那民营企业属于不平等的，平等里边的不平等的人，这是第二个原因。第三个原因的话呢，我觉得就是也有地方利益的原因，地方利益的考虑，就是为什么这么现在人民这个民营企业那么受到这个剥夺呢？就是我们的地方政府在前些年太有钱了，因为房地产随着这个上世纪末，这个房地产开始发达起来，地方政府靠卖地搞了很多钱，然后把房价推高，涨了10倍啊多少，他有了很多钱。但是呢，当他现在没有钱了，房子卖不掉了，土地呢，也他们把农民的土地拿去以后拿去卖给拍卖也不太好卖了。在这种时候，地方的财政，在土地财政如果说它不起作用的情况之下，那地方上他这个钱就没地方来了。那么他到哪去搞钱呢？地方的话，你央企业也跟地方不相干呢，对吧？税收你还能收多少呢？所以当什么地方都来不了钱的时候，最方便的地方，它是民营企业嘛，它还有几个钱。所以这样呢，就是他们先天性的就是有对民营企业来动手的这么一种趋向。第四个原因呢，就是还有就是我们的政策的摇摆性。老百姓一直讲共产党的政策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就经常变。等到你日子不好过了，他就要改革开放，要想到民营企业。等到日子好过了，他又开始，对吧？又要做大，做强。国有企业那是作为主体的，还不到20年呢。那时候国有企业维持不下去了，纷纷都卖给个人，卖给说改制给职工啊或等等之类的。好啦，你们去做大做强了，然后这个
国家拿了一笔钱，政府拿了一笔钱，他就拿去花了，当然钱也不是很多。但是现在呢，民营企业发展起来了，就眼红了，他又转过来。所以在我这个碰到这个案件就非常典型。2003年的时候，一块荒地，啊，几个一个房子租不出去，那谁都没无所谓。有了钱，好了，就上来了，这是国有资产流失。所以说呢，民营企业往往就容易被成为他们剥夺的这个对象。同时呢，就是这个他们还这个剥夺民营企业，还用了许多的所谓的法律的手段。我自己是当律师的，我80年代83年开始，82年大学毕业，83年我就开始当律师了。我不能说是法律精通，但是至少是法律熟练。但是我感到，就是现在是法律的规定最多。最不所谓的法治最完善，但是呢，却最法律最受到践踏的时候。80年代我们刚刚开始当律师的时候，碰到的都是一些就是老同志吧，他们从事的当了法官，但他根本不懂，他不懂法律。但不懂法律的话呢，他听党的话，还有呢，他凭良心做事情。就当时我们跟他们打交道的时候，感觉到虽然有的时候也感到他们这个没有法律的素养，很难交流，但他毕竟有良心啊，或者服从组织啊。到了90年代，法院出来一批，进来一批那个复员转退军人。那批复员复转军人大批量进到那个政法队伍里边来，法律水平是不行的，但是听话、听党的话、听组织的话，所以按照组织办事，组织的那个指示来办事。那总的来讲，组织还这个，无论是法律也好、政策也好、领导指示也好。那一定是有具有在这个制度上的公平性吧。然后到现在的一些法官，法律知识、文化水平是没得说的，基本上都是要本法律的专业啊、研究生啊、高学历的，但是这些法官在审判案件当中，他根本没有把法律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啊，或者说，也甚至也不见得把上级的党的指示放到那么高的地位，而是把个人利益、个人的一些诉求啊或者想法放在第一位，表面上的独立审判，但是实际上呢，有非常多的个人的色彩。所以我想，我在1000个案件当中，跟几十个法官跟他们的探讨当中，他们应该讲，在案件一个来讲，他们都认为他这个法院这个判决是错的，
但是还是这样子下来了，所以这个我们讲法律是社会的底线，但是这个底线现在还有没有呢？至少作为一个民营企业，我是搞民营企业的人，在浙江省这么一个，甚至在文革之中、文化大革命的期间，还是有传承民营企业这么一个省份，在改革开放的过程当中，是民营企业发展的最蓬勃、最就是普遍的这么一个地方，目前民营企业的处境是非常非常的困难，难以生存。这个困难并不是什么中美贸易战带来的，也不是所谓的什么经济危机啊，或者经济不好了，不是，更大程度是人为的造成的。更大程度是地方政府他们的一些主动的行为造成的。所以，作为我们一个小小老百姓，就非常的想不通，那为什么中央一直这么讲，那地方它是另外一种情况。那有的人就说了。因为你不是说这个就像这个房地产调控一样的呀？那中央一直说调控调控，但是这个房价调控调下来了吗？它不是越调越高吗？都上了10倍了。那到底是中央是讲话是嘴巴讲讲呢，还是中央说了，地方是根本没有把中央当一回事呢？到底什么原因呢？那作为我来想，现在大家都在说民营企业对中国经济的贡献是五六七八九，对吧？50%的 GDP，60%的税收，70%的这个技术革新啊，科技的进步，80-90%的就业。而这些都问题都是在民营企业是在得不到，不说政府啊或者各个部门的支持啊，都没有这种情况下让你放羊放在那里，就是仅仅是给你一条生路的情况之下引起的。所以说，民营企业作为中央来看，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呀，必不可少的呀。或者是两个轮子的一个轮子啊，说起来确实很重要，能少得了吗？你民营企业全部赶尽杀绝不可能啊。但是中央是这么认为，而到轮到地方政府的时候，他碰到他没钱了，他从哪儿搞钱呢？或者说我们的政府、我们的干部，那么多年来，几十年过来，你左一点都是没问题啊。左无非就是你思想意识这个急躁嘛，冒进嘛，对吧？右了那就是立场问题了呀。宁左负右，历来都是如此啊。所以说，中央那么讲，但是地方就变成另外一回事，就是像在浙江省那么一个民营企业大省，都会碰到这样情况，其他的地方就更可想而知了。还有很多的事情，说实在的，我听到的，我所了解的，我的朋友的经历，我还不说，因为我没有第一手的依据，没有更惨、更赤裸裸的剥夺，
我的个人的经历，我这1000个案件有1000份判决书，我的那个案件都有判决书，都有案号。那些物业纠纷，我看了你那个，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文书裁判网里边都有，大家都可以去看。道理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但是那么简单的道理，为什么就？就搞不明白呢。我想，我一个小老百姓搞不明白。马云是世界级的企业家，我看他可能搞得也没有搞明白，还有更多的。所以说，这些问题已经远远不是个别企业家、个别地方。或者是暂时的问题，那么多的经济学家，50人论坛里边来提出来这些问题，包括习总书记在，习主席在要提出来，把专门把民营企业当成一个问题来说，我想中央也是发现了这个问题，我就不明白。都说这一届的中央多少强势，反腐多少厉害，一言九鼎，对吧？定于一尊，讲话也这个令出必行。为什么关于民营企业的保护，中央说了，下面还不当放屁一样吗？我希望。我这个个案是一个，希望是民营企业的黑暗，这个黎明前的那个黑暗的最黑暗当中的一个吧。我希望呢，这个将来或者接下去，中央会有出现，会有出现什么什么，英明决策吧，解决这个问题。我最希望的就是，我们的国家私有财产能够得到保护，能够得到尊重。我希望我们的党，这个共产党和这个政府啊，人民政府嘛，能够真正的要搞懂，保护私有财产，保护个人私有的合法财产。是一个社会文明进步理性的表示，即使马克思当年讲消灭私有制，并不是说把合法的私人的财产就是这样剥夺，而是当社会产品极大丰富的情况之下，财富够多了，就不必要有私有财产。私人有财富不是原罪，不是因为你有财富了，有了财产了。那就是要被剥夺的，只有这样子，私有财产得到保护了，那么这个社会的才能够经济能够进步，社会也能进步。